一点好不好？妈妈帮你弄，宝宝。这个是冬粉，太长了，你切切，你切我切，你把它切断。好。来切切，你要对切着盘子这样切。来，这样好了，这样会不会好一点切？切断了，好男人，你这个怎么吃？你要这个刀子放下来，这个你要吃，你用叉子对不对？然后这样卷一卷，然后把它拿起来吃。嗯，等一下你怎么拿起来？如果你直着拿起来它会掉，对不对？所以拿着你要这样横的拿。有吃到吗？卷卷，好像也可以。怎么了？嗯，切断。切断啊？那不能切断，那要咬断了，宝宝。你放到嘴里的时候像这样，你看宝宝，你看妈妈放到嘴里，对不对？嗯，那用牙齿把它咬断。然后牙齿咬断。嗯，好棒。好吃吗？然后呢，不用东西要把它放在盘子上，放在桌子上不干净，要放在盘子上。好不好吃？喝点水吧。为什么？用杯子好不好？还是能用这个？怎么了？麻麻的，是不是？嗯。那你要吃鸡汤吗？不用了，我要喝鸡汤了。你要喝鸡汤还是你要喝牛肉汤？要喝鸡汤。你要喝鸡汤是不是？好，妈妈帮你盛鸡汤。那你先吃这个面包好不好？为什么？这这楼上你不要吃了，掉到身上不要吃了。对，you
块哦。对啊。宝宝，你的叉子呢？不是有叉子吗？为什么会用手呢？哇，你的菜好丰富哦，是不是有肉、有菜，还有面？你还想再吃妈妈的面吗？还是你要吃你自己的毛毛虫面？你要吃妈妈的面是不是？那妈妈给你哦。那你毛毛虫给妈妈吃吗？还是你还要吃毛毛虫面？刀子来，好，还要吗？拿多一点吗？不用了。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？不小心的。为什么会掉呢？不小心的。你吃饭的时候头不是嘴巴不是应该要对着盘子吗？嘴巴对着盘子东西不会掉到外面去了，好不好？你来练习，宝宝你是大孩子了。怎么了？还想喝鸡汤？喝点鸡汤。好吃。你确定吗？辣哦。吃一口肉配才好吃，吃咸咸水就可以了。没有没有，那个你吃咸咸的东西是要配一口白白的东西，或者是你可以配一口白白的面来。来，再吃一个。哎，不要用手，不要用手，宝宝。我是小 baby。没有，你不要小 baby， 我们在家里要练习，像个小女生。像我们跟人家出去吃饭的时候，就会用叉子，对不对？假如说我们现在跟新的朋友出去外面吃饭，然后你用手，这样有礼貌吗？没有礼貌，对。怎么了？你要不要把它泡到鸡汤里面？